二妮还没搞对象呢，啊？二妮，这我是给上职校的朋友。上技校？嗯。那就搞同学呗。
别掉了，光线不好看。对，哎，没事，被子露出来好看。对，这样你待舒服了，胳膊肘还不疼了。把屁股什么都垫好，就像是就像在家沙发一样。因为待舒服，因为这动作一画起来，挺长时间，你待不住，很难受。妈，我这着。嗯，没事，我先休息，等一下画好了。你先歇着。
Oh.